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开始要说清楚多好啊。因为之前在公司里，公司有明文规定，你开始拒绝他不就是了吗？不，你开始不要说明公司的明文规定，你就说你。因为顾忌同事关系，小峰多次以办公室禁止恋爱的理由拒绝了月月的追求，而小峰在来到现场后，面对月月的强势，终于勇敢承认自己喜欢的人却是一向温婉可人陪着月月来告白的同事雨飞。在这样极度尴尬的情境之下，一向高调的月月却做出了非常大度的选择。那么没有明确表示不喜欢小峰的雨飞会有勇气来到现场吗？在开门之前，你必须先向月月道歉。月月，对不起，对不起，我之前一直没有把话跟你说清楚，伤害到了你，真的很抱歉。去吧。